十二个幻夜女孩，靠着自己妩媚的外表和狡诈的手段，不断诱骗年轻女孩，向他们支付高昂的美容费用，甚至成为他们的信徒，不断发展下线。而有的人不惜卖掉自己的器官，也想拥有他们的美丽。这套路怎么听起来那么熟啊？这不是微商吗？微商？哎，你说我最近刚好研发了一个叫中国有微商的 APP 啊，可以一键屏蔽那些虚假微商，效果贼好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说他们用溶脂的方法逃跑，这怎么可能办得到？除非他们不是人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想多了，你是幻觉女孩。哎，那个，我能不能把他们抓回来做研究啊？喂，你确定你研究的不是动物的交配和繁衍？可笑，你脑子里天天想什么呀？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的科研事业？哎，你有啥想问的吗，孙子斌？世事浮云，莫多问，不如高卧且加餐。投啥呢？他说啊，该上菜了。算了，这是一个真实故事。什么？还有，千万别动杯子里的东西。哎，你把口罩摘来，让我们试一下呀！哎，哇塞！